就是这一卷纸都没打开嘛，它上面直播间说的也是十大卷，标题也是十大卷，结果只收到一卷。问客服，客服说我们那写的不是个十，是个加号，意思是加大卷。那电脑打出来的字十跟加号很明显不一样了。我当时我就打他们归属地的那个12315举报他了。